不过这次啊，还是要感谢杜先生，帮我们老板除去了心头大患。哪里的话，林总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嘛。听你这么说的话，事情应该差不多了。元帅已经乖乖的出国了，过几天 MH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将会宣布对他的处罚，他呀就再也别想翻身了。太好了。喂，什么？修改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要紧。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心脏病患者，麻烦你们把妈这救护车过来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江耀明确实死在了我的面前。可是我当时是想救他的。你们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你们面前。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。当时我……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希望林总，你可以把你和林泰墨之间所有利益往来的凭证交出来，这样也算是给江耀明一个交代。等一下，你明明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救他？因为他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。就因为这个吗？如果换作你坐在我这个位置，你一样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我不会。江南风味是我爸呕心沥血创造的品牌，就像 MH 与你一样。从前我把你当成我的榜样，尊敬的前辈，立志要做一个像你这样的。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看走眼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这样做。我爸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顾客，没有对不起这个品牌。我爸一生都光明磊落，而你，你就到那个黑暗阴冷的地方好好赎罪去。我爸在天之灵。